我劝劝的消息，安尼这不是好代志，唔是应该欢喜？不过找到全全人讲爱三千万，我哪有可能提出来？那是全全他平安回来，你着急。我替你付。要唔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那是全全他平安回来，我爱你放弃全全的监护权跟探视权。为了全全平安生效，你无应该伫这个时阵，坚持这款无聊的小事。 讲这是小事，这等于是爱我永远切断我甲全全的感情。这就亲像，我的身躯甲我的身躯互出来共款，我做袂到，我已经想好啊，后盖对方敲电话来时阵，我会好好甲伊参详。参详？你要甲讲啥？我甲伊讲，咱手头有偌济钱，互伊讲咱都会赔紧，互伊知影讲，伊要求说无，咱真正是付袂出来。哈！你当作对方是你的客户？ 会互你化解去，即摆全全伫伊个手头，若是你抬去，你对我无欢喜，就先无我都咪无效果。你敢会付钱？你敢若付钱？我嘛真要紧全全，我当然好好甲伊讲。免你假闹啦，我无可能无手来互欠，互你敢若对方抬去。啊，毋过咱即摆手头就是无遐尔侪钱。哦，拄则毋是讲嘛，去找雅慧，好啊，你无去找雅慧，我去找志成，这人就活来大概用的。你是卖去找志成好无？我想说明去找志成。 会怎代志啊？我好好道出声啊！有全全的消息啦！我全全的消息，安尼这不是好代志，唔是应该欢喜？唔过找到全全人讲爱三千万，我哪有可能提出来？三千万，三千万是代票，是美金嘛？代票我拢提不出来，那有可能是美金呢？那是代票，安尼就简单啊！那是全全他平安回来，这条钱我替你付。 你敢真正愿意跳出这条钱？当然嘛，真实的啊！今麦拢什么时阵啊？我哪有可能跟你讲生笑啊？就是你愿意救我的后生，这三千万就当作是我给你借的，我的想办法，我更加执行你。唔免，我愿意替正南做任何代志，所以这条钱免你还。要唔跟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 那是全全当平安回来，我爱你放弃全全的监护权跟探视权。你开这什么条件啊？当然嘛是袂当让你抢走全全的条件啊！安尼正人才会当安心跟你离婚。我无可能会答应。不过无这三千万，想说给全全回来，我会想办法去终止。 你若是有办法，你就袂只烦恼啊！王亚芳，你真正有够自私的呢。你想想，佮有讲你爱全全，也毋过你根本无够伊的死活。你若是真心想要甲全全斗相共，你就不应该开这种条件啊！好啊，花弟，我嘛毋是全全的妈妈，我本来就无这个责任甲义务，也毋过你是无共哦。莫妮卡讲的无毋对，你是全全的妈妈，为了全全平安失守。 你无应该伫这个时阵坚持这款无聊的小事。你讲这是小事，这等于是爱我永远切断我甲全全的感情。这就亲像，我的身躯甲我的身躯互出来共款，我做袂到。不过这么无选择啊，若是必须切断，你甲全全母仔甲亲情，全全才会平安顿来，你就应该答应莫妮卡的条件。我当然有选择，我会去想办法。 中到这三千万，我即马就会当甲你两个人讲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弃我的后生的。